演技方面，哇，不知道，有没有想过哎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死的部分，我觉得是可以到90分。我觉得真的死得很帅。其他部分我不敢讲，但死，我觉得我死得蛮好的，因为我躺在那边。对。虽然导演没有要求我这样做，但是我自己是闭气的。对，我憋气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也要恭喜你了。这个黑胶的预购听说是7000多张，已经是打破华人乐界的歌手成绩，你是史上第一人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要不要发表一下得奖感觉？你知道？就我黑胶之王啊！我没有想过这个记录这么容易被打破。不会。黑胶很贵的。就是一个人，因为是自己的个人专辑第一张嘛，那之后就要自己一个人。会不会突然觉得有点不习惯？会，像我刚才在唱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寂寞。对，就是我都会走，因为我平常表演的时候会走到旁边踩那个音箱嘛，就是我习惯就喜欢跪在音箱那边。我只有跪一边的音箱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知道旁边有另外一个人会跪另外一个音箱。我的工作表演的时候，我会喜欢确保每一个音箱都被人家踩到。然后我刚才在踩这个音箱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哎、欸。旁边的音箱没人踩，我赶快过去踩一下它。然后踩完说：“哎，这边又空了。”这样子，对，有点不习惯。对，以前有玩真的，以前有玩真的。那有交到朋友吗？在上面。朋友。或是其他的朋友？没有朋友，后来都没联络了。后来没联络。说就是，其实刚刚说没联络，是一夜之后没联络吗？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太多了。我跟你讲，太难聊了。我跟你讲，不会是一夜啦，不会是一夜，可能是在两三夜。超开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，大家成年人好不好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合就合得来嘛，你不合你就换下一个嘛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那我约出来的时候发现很照片嘛，就天哪，差太多。多少啦？多少？是大家都一样吧，对吧？多少嘛？对。那你在当下怎么办？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是太雷了，就是他完全就不是同一个人，那你怎么脱身？脱身？你绑架？不是，因为我就是也没有啊，就是你也许就吃完饭就送，就是很绅士的送人家回家嘛，上车这样就是走了这样。你再多去续托吗？那种就可能明天有早班，我赶快去。没有把那个约会完成就对了，不会说刻意。当然啦、啊，你谁会这样太过分吧？直接掉头走。对，没有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。如果真的差很多的话，其实我们要换个角度，一个同理心。也许他对自己是自卑的，所以他需要改造并改这么多。对，那你站在这个角度，事实上，我觉得那他一定会蛮需要更多的关心，所以你会想说，那我们可以多多聊聊天。也许我这个晚上，虽然我们不会发生任何事情，但是至少我这个晚上，我可以陪伴你，当你的朋友这样子，我觉得也不错吧，对吧？你好，这么温暖。我是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真的真的，我是。对，我不是那种愁眉滚，这样我不可能。到就是婚姻就是长什么样子，那其实就是。你就是问自己，你适不适合这样的生活嘛？对你能够接受，或是你现在想过这样的人生，就做啊。你觉得还没准备好，就不用急这样了。那你看到的风险是什么？看到的风险啊，就是你可能如果有小孩子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有小孩子的话，觉得风险比较大，因为你会有赡养费嘛。嗯。他可能会把你一半财产拿走。对。那你要想好远的，对。其实这个很现实嘛，就是我辛苦了一大半辈子，你又不是。这一辈子都跟着我一起努力过来的，对你可能后面两年出现这样子，对，但是没有，我觉得讲这个没有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没有一定的那个，对，我没有要给一个定论，我只是说这是个风险，对，但我也不觉得说，哎，你要拿什么，我觉得怎么样就不一定，也许我想给就不一定嘛，对不对？但也许不想，对对。那所以你想生吗？我觉得想生小孩胜过想结婚，一定都是有规划的先有后婚。对，那有的现在有在计划先有？没有计划任何事情，我最近就在忙专辑的计划。是目前是一个稳定的对象吗？有的，是有的。对，我啊，没有了。还救我？你偷偷在交往多久？我觉得这不干大家的事情。那什么型的？这也不干大家的事情。